投手、守备，另外在打击的部分呢，都有很好的表现。那当然也再次的恭喜他们拿下了中华职棒23年上半季的冠军。这边邀请我们的翻译王子聪教练来帮我们担任这个翻译一下。那先请问这个总教练讲一下现在的感觉好不好？今の気持ちをお願いします。もうとても嬉しいです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很高兴，然后谢谢大家，谢谢球迷。好，那可不可以讲一下总教练这上半球季球员的表现？可不可以给他们打一个分数，帮他们打一个分数，好不好？前半戦優勝できて、点数つけるだったら今何点ですか？いやもう100点満点ですね。はい、100分。如果要选 MVP 要选谁？で前半戦これ優勝できたんですけど、MVP をトヨさんなんか MVP 誰ですか？MVP は応援してくれたファンの皆さんです。MVP 是在场加为我同一队加油的每位球迷。球迷听到这边是不是来掌声鼓励一下？上半季已经拿下冠军了，现在请中岛教练为我们讲一下，下半季也要拿冠军，对不对？今聞きたいですけど、後半戦まだありますので、優勝を目指していきますか？そうです。あくまでも完全優勝を目指し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けど、こういうね、もっともっと苦しくなると思うんでね、みんな頑張ってもらいます。分かった。因为下半季的比赛一定会朝着冠军的目标，然后完全那个在中华职棒能够抢下上半季的冠军。可是对对方来讲，对我们来讲也都是蛮困难的一件事。可是会希望球员还有球迷一起团结一致，大家再从这个地方努力一起加油。好，在这边也再次谢谢中岛主教练，阿利亚多，我们非常谢谢。谢谢。哎，观众朋友们，阿利亚多，谢谢。谢谢。谢谢，谢谢。总教练以及这个翻译的王教练，那当然，中岛卫视代表教练呢，在那边也谢谢所有球迷的支持。我们现在来访问是这场比赛的 MVP 连田，先讲一下现在的感觉，好不好？いやとても嬉しいです。はい。非常高兴。拿下了开季11连胜，觉得加入同一支队有没有什么话对他的战友或者教练说？今日の勝利に重ねて優勝を重ねてちょうど11連勝で、どういう気持ちですか？いや一つ一つ頑張ってる結果が今日もです。この結果だと思うんで、はい、一つ一つ頑張った結果です。はい。他在这里就是每一场每一场比赛好好去加油。刚好今天有不错的结果，能够为球队打下上半季的总冠军，谢谢。好，再次谢谢连田，ありがとう。谢谢谢谢王子聪教练。好，在这边要访问到的是小邓邓邓志伟啦，讲一下现在的感觉。开心。第一次加入职棒就可以享受这种冠军的滋味。用一个字来形容你现在的感觉。你不要娘叫。你讲什么？用一个字来形容现在的感觉。
讲不出来，好，什么话对球迷朋友说好不好？现场的球迷，谢谢你们可以来看我们中华，谢谢你们，我爱你们，谢谢。谢谢，谢谢郑志伟。哦，这边也访问到了小邓邓啊，今年打击打得非常好。这边访问到的是拥挤，讲一下现在感觉。很开心，谢谢你们。好，有没有什么话对球迷朋友说？虽然今天战绩很好，可是我们会继续努力，希望你们继续支持我们。好，最后跟你的战友们讲一些话，好不好？我爱你们，我们继续加油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拥挤，也再次恭喜他拿下了三分级的冠军。接下来访问到的是绿色坦克，现在感觉怎么样？爽不爽？很开心，很爽啊！爽，说话对球迷讲。我爱你们，你们是最棒的。耶、yeah, ！再次恭喜高国庆拿下三分级的冠军，下半级的目标还是一样啊，还是冠军啊，然后最后的目标就是总冠军，然后要去韩国这样。好，加油，谢谢。好，接下来要来访问到的是泰山，来，泰山给我们访问一下，加一下现在感觉。啊，很平淡，很平淡，但是很高兴，很淡定。哎，什么话对球迷讲？啊，什么话对球迷说？谢谢你们一路支持同一队。哎呦！头发掉光了啦！你不知道香槟可以治疗吗？我这等下需要按摩。谢谢你们一路支持同一队。那希望说今年我们总冠军再拿到一次总冠军。谢谢你们，谢谢，谢谢泰山。接下来访问到的是他给潘武雄，讲一下最近的手感这么的火烫，拿到冠军是不是很爽？爽！耶、yeah!。讲一下，什么话对球迷朋友说？谢谢球迷来到球场为我们加油，你们的动力就是我们的原力，谢谢。下半季是不是要再拿一个？要，还有总冠军、亚洲职棒大赛。谢谢潘武雄。好，接下来访问到的是廖文洋，来讲一下年轻的投手拿到冠军的感觉。我很开心，我是同一支的选手。更开心你们是同一支的球迷。好，那什么话对球迷朋友再讲几句话好不好？希望我们可以准备拿下总冠军。耶、yeah, 谢谢，谢谢廖文洋。哇，同一支的球迷呢在这边呢也都是留在现场啊，力挺他们。我们接下来要访问到的是王敬明，讲一下现在感觉爽不爽？爽。什么话对球迷朋友说？谢谢今天有这么多球迷进场为我们上半季冠军抛彩带，看到真的很开心。要不要跟大家来信心喊话一下？我相信在今年跟明年的总冠军，统一是一定会把它留下来，希望大家进场为我们加油。谢谢，谢谢王敬明，也再次给他掌声鼓励。统一是这群球迷实在是太厉害了。接下来为你访问到的是傅于刚。讲一下现在感觉爽不爽？爽！跟球迷讲几句话。谢谢现场的球迷来帮我们加油，然后也希望总冠军也是能为我们来抛彩带，谢谢。有没有什么要最感谢的人？对上每个队长都很感谢，然后也特别感谢基层教练这样子。好，谢谢，谢谢傅宇刚，恭喜你拿下了上半季的冠军。接下来访问是小破刘福豪，讲一下上一次你跳舞，这次要干嘛？这次就淋雨，然后被喷香槟就好了。爽不爽？一句话。爽。好，有什么话对球迷朋友说？我觉得看自己在同一师就是有封王这么多次抛了彩带，我觉得今天的是一个很特别的，因为天气也是下着雨，然后我们以最高的胜率拿下上半季的季冠军，掌声鼓励。好，刘福豪，信心喊话一下，下半季是不是再添一个？下半季跟我们一起冲，好不好？谢谢刘福豪，谢谢小波，恭喜他拿下了胜利。接下来黄导每次啊庆功的时候都会带上花镜的高志刚，讲一下现在感觉。爽！有没有什么话对球迷朋友说？谢谢你们今天这样冒着风雨，然后为我们加油。虽然我知道你们是为了抛彩带，那我们也很努力达成你们的愿望。耶、yeah! ！
讲一下下半季的展望。下半季就是我们一样会保持上半季的战力，然后尽量的在每一场比赛获得胜利，然后迈向总冠军。谢谢，谢谢刘志刚，再次恭喜你们拿下胜利。好，访问到的就是真男人大比林月平，讲一下收爽，爽。好，有没有什么话对球迷朋友说？虽然我们在桃园的客场封王，但是相信下半季跟总冠军，我们选择在台南封王，好不好？好，讲一下今年上半季啊拼战的这个心得，觉得最苦的地方在哪边，然后最开心的地方在哪里？我们的后援投手在第五局到第九局后援投手表现的今年相当的好，所以很多在前三局就不稳定的球赛，我们还是可以领先到逆转，所以今年的战绩非常的好，这也是我们今年上半季冠军的第一个重点。好，谢谢大比林月平，谢谢，再次恭喜你们拿下冠军。接下来访问到的是中职李李人之称的林志祥，讲一下现在感觉。我今天感觉是很高兴啊，因为拿到上半季冠军，我是非常高兴的。也谢谢球迷啊，谢谢你们为我们支持的鼓励一下，谢谢。拿下冠军有没有什么要最感谢的人？很感谢哦，是一些教练团啊，然后因为他给我指导的蛮多的一些击球的问题，所以说也很感谢，谢谢，是中岛教练这样。OK， 好，感谢你，谢谢林志祥，谢谢。好，在这边呢也先请大家先休息一下，我们再次恭喜的同一师队拿下了上半季的冠军，先休息大家回来。太弱了呀。